好，同学们啊，那欢迎大家先来到我们上海交通大学国际预科生项目呢这个宣讲会。那今天呢，我想来的各位应该都是对上海交通大学会有或多或少的一点兴趣啊，所以今天我呢是来自上海交通大学国际预科生项目的孔老师。那孔老师呢，会为带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包括上海啊、上海交通大学的一些各个项目，以及我们预科它是一个什么样的项目，好吧？啊，那在我们先开始之前呢，孔老师想给大家放一个视频啊，让大家对上海交通大学有更加深的了解。Thank you.
好啊，同学们，我们刚才看了一段简单的视频啊，那其实呢，这边其实把我们的上海交通大学的一些 highlights，包括预科的一些 highlights，都跟同学们稍微介绍了一下，先等一下。那如果今天呢，在今天的宣讲中呢，如果大家有问题的话，是可以打在聊天区当中啊。如果你随时有问题，可以随时打在聊天区当中。我们宣讲结束以后呢，会有答疑的环节，好吧？然后如果我给大家提问呢，也希望大家如果知道的话，可以积极的在聊天区中打出自己的回答。那我今天的 PPT 呢，是用英文的一个 PPT，然后但是我会用中文来介绍。那首先呢，我们说到上海交通大学，肯定它是坐落在上海啊。我不知道在座的各位有没有来过上海，那没有来过，可能也对上海就是在电视里啊，或者是社交媒体上都或多或少的有一些了解。所以我简单的介绍一下，那比如说上海，它其实是一个非常多元化的城市。那它呢，在上海会有很多很多国家的人，包括在这个整个的社大的社会环境里面，包括在小的学校环境里面，都会有从各个国家来的同学还有那个工作的人啊。那所以呢，上海呢，就是也是一个非常大的城市啊。那当然呢，在这么大并且繁华，大家都可能看到过这张照片啊，这是上海的陆家嘴的照片，一个航拍照片。那非常的繁华，那但是它其实也是一个非常安全的城市啊。然后呢，在上海呢，你们大家也会有很多很多的机会，包括你们毕业了以后啊，会有很多很多的机会在上海，因为呢，我们比如说有世界500强公司，其实有超过400间公司，它都在上海有它自己的一些分社啊，所以呢，上海是一个非常有魅力的一座城市。那在上海呢，可能这些景点大家都知道啊，比如说外滩啊、南京路啊，或者是迪士尼乐园啊，包括静安寺啊，可能有些同学都来过上海。那没有来过的话呢，之后来的话也可以稍微去玩一玩。那简单的介绍完上海之后呢，想给大家再稍微简单的介绍一下 SCTU，就是上海交通大学。可能今天来的同学都对交大有一些了解啊，但是我不知道你们了解的深不深入。那首先呢，我想说上海交通大学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学校，它是创立于1896年啊，那其实到今年应该已经有128年的历史了啊。那在这120多年的一个发展历程当中呢，它其实先后更过很多次名，然后呢，它也包括到后来我们现在也有医学院嘛，它其实都是在这个发展的过程当中，逐渐变成以现在的这样综合实力非常雄厚，有各个科系的一间大学。那我们上海交通大学呢，也出了很多的一些杰出校友啊，比如大家都可能都知道啊，中间的就是我们前国家主席江泽民同志啊，然后呢，最左边的这个呢，是我们中国的就是航空航天之父钱学森啊，钱学森，然后包括有一些男生啊，可能会知道我们的这个姚明啊，姚明他其实也是交大的啊，包括可能现在很多同学现在是在电脑前，在看我们这场宣讲，你们用的电脑可能就是 Lenovo，他的一个我们的这个 CEO 啊，杨元庆，他也是交大的校友。好，那我们在交大呢，也给大家提供了很多的，就是学科啊。如果大家不管是大家是想学科学类的呀，还是一些机械类的呀，工程类的呀，或者是一些人文社科类啊，或者是一些生物科学类啊，包括跟海外大学的一些合作办学的学院学校，我们这边都是提供的啊。具体如果说你们已经有了自己心仪的专业呢，其实可以打在聊天区里面让我知道。那我们在最新的 QS
2025的排名上面呢，我们这边稍微有点问题啊，不是我们不是 top 5 in China，我们是 top 4 in China 啊，top 4 in China，top 45 in the world 啊，那现在的就是基本上这个就是我们就是清北复交浙，就是按照这样的排行啊，在这个 QS ranking 里面，然后我们也是位列于世界前50的高校。然后我们也有13个学科位列世界前50，比如可能现在大家比较关注的也比较火的一些 computer science 啊这些，对吧？大家很就 AI 发展的很厉害，跟这个相关的一些专业啊，computer science 27位啊。然后像我们有一些对工程类特别感兴趣的机械工程，我们是位列21位啊，还有一些材料科学啊这些25位。那除了这些科技科学类的一些学科之外呢，我们在人文社科方面的排名也是比较靠前的啊，比如说是这个经济学啊、统计学啊，包括会计啊这些，我们都是还是在占有一个比较优势的地位。那当然也有不同的排名啊，比如说在这个我们在这个 THE 的Times Higher Education 这个 ranking 里面呢，我们是Top Three 啊，在这个中国大陆。然后呢，世界是 top 43啊，说稍微靠前了一些 好，那在交大呢，就是除了你们能在交大这里学习以外呢，我们也会提供一些 joint degree programs，就是联合办办学。比如说我们交大，比如说比较有名的啊，JI 就是英文项目的，就是跟美国的密歇根大学合作的一个。这个上海交通大学密歇根学院啊，它呢其实它就是提供了 double bachelor's degree program，所以你在交大也有可能在未来毕业的时候，你可以拿到2个学校的 bachelor degree 啊，所以这样看起来还是非常不错的一个选择。好，那除了双学位之外呢，我们也是会有很多的 exchange programs，就即便是你未来可能拿不到2个学校的这个学位证书，但是你在交大的这个学习的4年期间，可能会有很多很多的交换机会，让你去包括北美啊、欧洲啊、这个澳大利亚呀，还有或者亚洲其他国家进行交流啊，所以这样的机会呢，也是可能别的学校比较少，但是在交通大学呢是非常多的。那所以呢，就是对于你们可能大家都在上高中啊，或者是今年高中已经毕业了，可能 SPM 毕业，可能是 UEC 毕业啊，可能是 IGCSE 毕业。那你们到未来肯定是要先去 undergraduate programs。那在我们 undergraduate programs 就是本科项目里面呢，我们是提供那个英文项目。不，英文项目，然后中文项目，还有一个医学院，因为医学院是和他们分开招生的啊，所以我就是又重新列了一栏。但是医学院呢，它其实也是中文授课的啊，所以呢，就是其实划成两边的话，其实就是一个中文项目跟一个英文项目啊，但是学费是有不一样的，大家可以看一下学费在这个 PPT 上的数字。中文项目肯定是最便宜的，英文项目贵一点。中文项目肯定最便宜，然后是那个医学院的项目稍微贵一点，然后最终那个英文项目它还是会稍微偏贵一些。好，目前还没有人告诉我自己可能会想要未来想学习什么样的专业啊，就是你们可以打在聊天区里面。或者有什么问题，等一下对这个专业的话，我们也可以做一下解释。那上海交通大学本科项目呢，会为大家提供了也是比较丰厚的奖学金啊，就被那个为优秀学生啊，比如说一等奖、二等奖、三等奖，它分为3个等级。那一等的话呢，它是这个一等跟二等，它都是免学费的啊。然后但是一等它就是会多一个那个生活津贴啊，生活津贴。然后三等的话呢，它就是需要学费需要缴，但是它会有这个保险，包括住宿补贴啊 好，那我们说这个，就是我们说这个交大啊，虽然它听起来是非常非常好的，但是其实
其实呢，就是像啊，我们不是特别的容易进啊。那这但这个部分呢，是我们的英文项目啊，英文项目啊。值得注意的是呢，英文项目它提供的这个专业都是 science，就 engineering related。它就是比如说它会有材料科学，然后呢，它会有那个 double E 的一个专业。啊，然后它还有这个 mechanical engineering 就机械工程啊，就是跟工程类相关的。那我们英文项目它都是提供的啊。那如果说你未来想读，比如说经济呀，或者是这个设计啊这样的专业呢，它其实是只有在中文项目里提供。啊，那英文项目它其实刚才我们看它的那个一年学费，明年啊，就是明年了，明年学费它是12万。那12万呢？他给出的奖学金也是非常丰厚的，就是比如说一等奖，他是会含这个100%的学费，就是你是免学费的，然后会有那个生活津贴，包括住宿补贴之类的。二等奖他是会给到大家一个50%的学费奖学金啊，然后三等奖呢就是25%的学费奖学金然后医学院啊，医学院我们现在是提供2个专业，一个是这个临床医学，一个是口腔医学啊。2个专业它都是需要读5年的啊。我们没有就是英文授课的医学院的专业，我们临床医学和口腔医学它都是中文授课的。好，那所以我们刚才说了，就是这些。交大的一个本科，它确实是有着非常雄厚的实力，包括在世界的排行都是非常的亮眼啊，也在各个领域有各种各样杰出的人才。但是其实呢，你如果想要进到这个顶尖的交大本科学府呢，还是需要付出比较大的努力的啊。所以呢，我们在这里呢，就是想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交大的pre-university program 预科项目。那我们预科项目呢，它其实它是为了就是给各位国际学生，为了你们能够更好的去适应未来的本科学习，那所以你们在预科里面。肯定的，就是你们可能会提高你们的语言技巧。虽然你们大家马来西亚学生，汉语大家觉得很不错啊，但其实呢，在写，特别是读和写，特别是写的方面，还是有比较大需要提升的空间啊。包括你们的英文，有些人觉得也很不错啊，但是其实交大对英文的这个考察也是非常严格的，他对英文有比较高的要求啊，所以其实在，在预科里面，你们能在中文跟英文都能够得到一个比较大的提升。然后包括呢，可能大家都知道中国的一些数学学科类课程的学习啊，这个是很多同学觉得很难的地方，你在预科你也能在这个方面得到很大的增长。当然你在预科里面，因为会有各个国家的学生，所以你们在这个。预科里面能够适应各个国家的文化啊，提升你们的跨文化交际能力啊，包括更好的去适应中国的学习模式、学习方法啊，这在对你们未来本科学习都会有非常大的帮助。好，那所以呢，就像我在这个预科学习里面啊，就是首先，我们是就是会有这个中文教学，然后也有英文的一些communication skills，然后同时你也会学到，等一下我们会在具体看课程，然后你们就会知道这些这个可能会要学到的一些东西，它会在语言还有学科学习，包括你们的这个就是生活质量上面，它其实都是有非常大的优势的。好。那我们就具体看一下我们的预科课程呢，它今年是分成了3个项目，一个是 Program A、Program B 和 Program C。Program A 和 C 它都是1年的学习期限，但是唯一不同的呢是 Program A 是1年制的，然后 Program A 是1年制，然后它是中文授课的，然后 Program C 它是1年制，但是它是英文授课的。所以呢，可能未来比如说你想去。就打比方说，是我们刚才说的这个交通大学的
英文本科项目，也就是密歇根学院。你未来想去密歇根学院去学习的话，然后你现在的水平还其实到密歇根学院还有比较大的差距呢。这个时候呢，你就可以去选择 Program C 啊，Program C。那如果说你未来想去报中文项目的话啊，那当然 Program A 也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啊。然后对马来西亚你们同学来说呢，Program B 可能不需要去考虑啊，因为 B 的话它是针对零基础汉语零基础的。我相信今天来的同学，你们的汉语水平应该都挺好的啊。好，那今年的一个截止日期呢是8月31号。虽然说是8月31号，如果说你要申请的话，需要提前申请，因为你越往后，它会就是让你的这个签证申请的这个流程啊，也会拖得很长，会影响你正常的线下入学的。所以如果说你们现在要申请的话，建议你们7月份就要完成申请了啊，就是说你们大概还有1个月多一点的时间，能够保证你能够正常的入学啊。好，那我们就具体看一下啊，就是我们各个项目的一个课程设置啊。那 Program A 呢，其实这个项目呢，其实在我们大家刚才看到那个视频里面啊，我们就是其实从2017年就开始有我们 Pre-University Program。那 Program A 是一直存在的一个项目，那所以它也是一个大家非常经常去选择的一个项目啊。那今年呢，我们在项目的课程设置上也做了一些调整。那比如说我们在第一个学期啊，有第一个学期是比较长的，是有18个星期的啊，including exams，所以有18个星期。那它在这里呢，它会有每周它都会有8节课的汉语，8节课的数学，4节课的英语和2节课的体育，还有4节课的各种的活动啊、讲座啊，还有升学辅导，还有2节课的这个中国文化。那这些课程呢，是所有的人都必须要参加的。Can't see the screen clearly。真的吗？是只有这个一个同学 can't see the screen clearly 吗？我再放大一点呢。Same, all right。那现在呢？现在呢？现在会好一点吗？我已经放大了。那没关系，我来讲一下啊，就是我刚才说的，你们的数学还有就是汉语跟数学每周8个课时，英语4个课时，然后体育跟中国文化2个课时，然后剩下的活动啊、讲座啊、升学指导这些有4个课时，这是所有人，如果说你上了 Program A，是所有人必须要去参加的一个项目，然后但是然后我们今年是分成了两个方向，一个是理工农医，还有一个是人文社科2个方向。那理工农医的话呢，你可以选择物理、化学或者是这个高等数学。那人文社科啊，你们还看不见啊？那我来换一个啊，你们稍微等一下，我来换一个，这个会不会稍微好一点？我换一个 PDF，你们会好一点吗？会好一点吗？这个好，会好一点吗？老师，您旁边是不是有开着一些页面嘛？因为有挡着一些黑色，挡着那个幻灯片。现在会好吗？还是有点模糊。还是模糊啊？嗯哼。我放大一点呢。啊，现在可以了，现在可以了。啊，那这个就已经很大了，那我们就拿 PDF 这个讲吧。好，那我们刚才说到了这个选修课嘛，选修课如果是理工农医方向的话，是可以选择物理、化学或者是高等数学。那如果是人文社科方向的话，它是可以选择这个管理学基础、新媒体传播和国际商务啊。这3门课，那这三就是这就是每个方向有3种选修课可以选修，那这3种选修课呢都是3选2，这个属于专业选修啊。那然后还有一个是公共选修课，
共学优课呢，它是会提供 HSK 辅导，然后汉语语法这个词汇强化，还有一个汉语这个演讲，汉语演讲技巧。那这个呢，它也是一个三选二的课程啊。然后基本上是这样子的，比如就是明显这两个课，一个 Intensive Chinese Vocabulary Vocabulary and Grammar 是简单于这个 Chinese Presentation Skills。那所以就是，如果对于你马来西亚学生选择的话，可能就是上面一个和下面一个啊。那这是基本上课程设置是这样。那第一学期呢，它的时间是比较长的。那第二学期它时间是稍微短一点的啊，总共是10个星期。好，那在这里呢，我们因为对汉语这是个汉语课嘛，所以对汉语是有要求的。那需要 HSK 4大于180分。那我相信对于在座的各位来说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好，这个是 B 项目，我们不看了啊，因为你们也不会去选择这个项目。那我们看一下 C 项目啊，C 这是 C 对吧？C 项目对 C 项目呢，首先看一下它是对托福雅思有要求的啊，因为它是一个英文项目，所以它托福分数是要大于80分，雅思分数是大于5.5分。然后在课程设置上面，它是这样子的，数学它所有课程是英文授课的啊，课程是数学是8个课时，然后那个英语是4个课时。然后那个学术英语写作是2个课时，HSK 辅导是4个课时，2个课时的体育和2个课时的中国文化，还有4个课时的活动啊，这声乐指导之类啊。那这边少的其实就是汉语课啊，是少的是汉语课。而下面的这个选修课呢是一样的，这个选修课是一样的啊，跟那个 A 项目是一样的，但是它唯一不一样，它是英文授课。如果有问题，我来看看是不是有人问了。啊，现在没有。好，那这课程设置，如果等一下有问题的话，可以大家放在聊天孔老师，室里面。你屏幕上面有黑色的遮挡，把它挡住了。还有吗？我现在什么都没有哎。有黑色的遮挡，其他同学有看到吗？就我这边看到的是，右下角那个地方有一片黑色的，还老师，挺您试亮的。下就是 share screen 的时候，您试下 share full screen。现在呢？重新要重新 share 多一次。要重新 share 多一次是吗嗯哼，？OK，OK 吗？稍等一下啊，还是有那个黑色的一个小方块。停止共享。你选那个 full screen。对，我选的就是 full screen。我来停止共享，我重新共享一下。现在呢？好了吧？应该没问题了吧？现在还是有一些还有东一西半，在这还有样一子。半在。不过应该现在不，已经不遮，对，没有遮住文字，但是还是有一半。还有啊！我天哪，这个地方那这因样这子一页不遮挡了，但是，对，但是你后面如果有文字在右边的话，可能会被遮住一点。我先往下吧，好吧？如果有问题，我们再看。后面这边应该没什么太多字，后面你可以把它缩小，把它们那个文件缩小一点，这样可能看得全一点。我文件已经缩小了，我文件已经缩小了，那我们继续吧，好吧？现在好了，现在好了，可以了。好了是吧？好，那行，好，那我们刚才介绍了我们预科的一个课程设置啊。那就是告诉大家，我们可以在预科里面学到什么东西。那我们除了学习之外呢，这边不是写了有4个课时的一些活动啊、讲座啊，包括升学辅导这些东西嘛。那这个的话，我们可能比如说我们在预科里面会有各种各样的讲座，比如说我们本科的老师啊会来到预科给我们预科同学做第一手的
讲座资料啊，这就是我们的这个中文的招生宣讲，然后这边是我们密院的招生宣讲，然后我们左边呢，这是我们医学院的招生宣讲。那我们的预科生总是在第一时间能够听到这个最新的资讯。那除了这些专业的学校的宣讲老师来给我们进行宣讲之外呢，我们也会请到交大各个学院的一些教授啊、导师啊，给我们进行上一些大师课啊。那我们自己预科里面呢，也会给大家提供啊升学的讲座，包括升学的1对1辅导。那这些所有的费用呢，都是包括在学费里面，都不需要另外付费的。好，那在预科里面呢，我们会用到各种各样的，就是学习方式啊，就是可能大家如果来的话，可能大家都需要有一个电脑啊，因为我们所有的现在的一些学习方式都是一些电子化的方式啊，我们会在教室里面呀，用到我们 e-learning 的一个平台呢，这也是我们为学生专门创建的一个平台，所有的在这个平台上面呢，你会集成到你所有的信息啊。就是非常方便学习。好，那在预科里面呢，我们也会举办各种各样的学术比赛啊，比如说我们去年、前年我们都在数学上举办了楚才杯国际学生数学竞赛。那在汉语方面呢，我们会有汉语的朗诵比赛啊，然后在英语方面呢，我们会有英语的，比如说 Spelling Bee 啊，或者是英语的演讲比赛啊。那在这些比赛当中，我们预科生都取得了非常不错的成绩。好，那在除了学习比赛之外，那我们在预科里面，你们也有各种各样的活动啊，比如说我们会出去团建呀。我们会有各种各样的表演呀，我们也会带着大家去游览大学 campus tour 啊，当然我们也会在学校里面进行我们自己的体育运动会啊，这些各种各样丰富多彩的活动。好，那当然我们自己也有自己的社团啊，我们有体育社，我们有传媒社，我们有表演社啊，我们在各个大小的中国传统节日会进行庆祝，比如说，可能这个是因为9月份嘛，大家刚来的时候，它会有个中秋节啊，所以我们基本上都会在9月份的时候会做一个中秋节的 party 啊。那在年关将近啊，就是跨年的时候，我们会进行新年的庆祝，我们会有一个新年的联欢会啊。然后我们预科的学生也能在学校学院里其他大大小小的活动中得到锻炼的机会啊，进行主持节目啊、组织节目、参与节目啊，都会对他们的能力有一个非常大的提升。好，那我们也给预科生们准备了很多文化体验啊，我们会带着同学们去打太极。啊，我们会举办这个各种各样的就是数字影像大赛，鼓励同学们用自己的手机、自己的相机去记录下来中国的美啊。我们也会组织一些中国的一些就像 culture trip 啊，文化游啊，这是我们自己的学生去年去了上海之根广富林啊，这是他的图片。然后我们也会有各种各样的表演，同时呢，去年我们也有一个就是国际文化节啊，这边放的是印度尼西亚同学的图片，但是其实马来西亚同学有个很大的展位啊，然后这边是也有会体会到这个中国的书法呀、绘画呀，这些都是一些非常丰富有趣的活动。好。那可能有些同学就想问了，哎，我怎么去申请啊？我要准备什么样的材料？那在这里呢，首先我们是需要同学们高中毕业，所以你必须要有你高中的毕业证书啊。然后同时呢，也是要有一个你高中的一个 school profile，高中的简介啊，介绍你们的高中啊，高中的一些各个方面啊，大家具体可以看这边的流程。那当然你要有你自己的护照照片，那你护照是要有效期是要大于6个月的。
然后同时你也要有你的自述性啊，你要写清楚你为什么想来这里学习，对吧？啊，这个自述性是要亲笔签名的，然后也要有一封recommendation letter 推荐信。那推荐信呢？我们是建议你们的高中老师去给你们做推荐啊，高中老师给你们做推荐。可以是用中文，也可以是用英文进行一个推荐信的撰写。好，然后第六个呢是你们的 academic certificate，这就是你自己的一些高中成绩。那高中成绩是需要你每年的高中成绩，比如说你是有高中是2年的，那你要高一和高二；你高中是3年，你就要高一、高二、高三的成绩啊。然后第七项呢是 language certificate。那 language certificate 呢，就是如果是 program A 的同学，你们要提供 HSK 4级180分以上的成绩，或者是比如说你的高中是用中文授课的，那么你就可以提交你那个高中的一些就是华语的成绩啊。那你 program C 的话呢，因为它是一个英文项目，所以这个是必须需要你去提供。托福或者是雅思的成绩，托福80分，雅思是要5.5分啊，至少的。然后那个第八个呢，就是你们的出生证明啊，学生的出生证明。第九个是你们家长的，就你爸爸妈妈的一些国籍，就是说护照啊，或者是身份证都是可以的。好，那如果说你没有满18岁的话，就是你满17没有满18，就是在你入学前啊，就是说你9月份之前你没有满18岁，你需要提供监护人保证书啊，这个需要去比较去抓紧做一下啊。如果说你要申请的话啊，好，然后如果说你有一些奖状啊，这些可以证明你非常足够优秀的材料，那也欢迎你提交给我们。然后你们要注意一下，如果你们的就是文件不是中文或者是英文的啊，可能是马来文的成绩单，那这个呢是需要去翻译公证的。那如果说你的学校可以直接给你开一份英文的成绩单，那其实就是最好了啊，那就不用去翻译公证，只要拿问学校拿英文成绩单就可以了。好。如果说你们的父母双方有一方是中国公民的话呢，就是会要这些东西啊。当然，因为这个东西比较多啊，所以如果说你们现在在座的同学当中有这样的情况，你可以在聊天区当中留言啊，之后我们会进行解答。好。那最后呢，我们想跟大家说一下啊，我们三个项目的学费。那 Program A 和 Program C 它一年制的嘛，然后 Program A 它是个中文项目，Program C 它是一个英文项目，所以就是 Program A 它的学费是52,800，Program C 它的学费是65,800啊。那它就是如果说你们是想去申请奖学金啊，我们也会提供最高1万块钱人民币的新生奖学金，但是需要你在7月15号之前完成申请啊，所以现在是19号，还有1个月不到的时间啊，大家还有1个月不到的时间去申请这个新生奖学金，好吧？是最高是1万块钱，当然呢，我们每个学期也会根据在读学生的表现。啊，进行一个综合评判，也会每个学期也会有一些奖学金，但是没有这么多啊。但这个就是给大家一个鼓励的性质吧。好，那这边呢放了我们的联系方式啊，电话，然后邮箱，然后就是我们的 WeChat，然后这是我们两位老师的小红书啊，就是今天刚才我们李老师也过来了，就是我们。然后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啊，我们会在微信啊，包括小红书上都会发一些就是相关跟两好留学相关的信息啊。好，那有没有什么问题可以大家想问的呢？有没有什么问题是大家想问的呢？啊，年龄限制，
啊，年龄限制是有的，我们是17岁，最小是17岁嘛，大家会看到啊，然后最大呢是23岁，不知道这位丽同学，你是不是在这个年龄之内呢？17到23岁，然后就是17岁以上、18岁以下的需要监护人保证书。18到23岁的就不需要了，就可以直接提供。然后什么啊？临床医学的教材也是纯中文的，应该是中文的，因为我们它都是中文授课啊，全部都是中文授课。可能也会有一些老师会用一些英文的讲义吧，但是基本上是中文的啊。2025年上预科班，2022年出生，2022年出生，你是几岁了？今年？今年是24年，对吧？你，哎，今年24年了，你22岁了，对吧？今年已经22岁了，25年你就23岁了。那你23岁，你9月份的时候，你满23岁了吗？如果满了23岁，肯定就不行了。你为什么今年不报呢？你可以今年报啊，今年22岁呀，22岁是可以今年报的呀。最好我建议你今年报啊，明年有点保险啊。我们波尼老师说，23岁还可以啊，24岁。我们17到23，什么？这个 recording 可以在哪里得到？老师，这个 recording 我们会在我们的 YouTube，还有我们的一些社交媒体上面会进行宣传，所以这一点不用担心。好，然后有没有data science 有相关的？有相关的一些这个学科的，就是我们一个是比如说你们比如说那个去蜜院啊，蜜院，如果你们去密歇根学院 JI，那它其实它有一个什么 Electronic and Computer Science Engineering，类似于这样的学科，然后它在这里也是会有一些相关的这个data science 的东西啊。当然我们本科专业的话就是电子信息类，电子信息类。它是一个大类，大类我相信里面肯定是它会有相关的课程的。就是这位同学就是想读电子信息相关的嘛，其实是有的临床5年啊，你是对医学很感兴趣啊？5年对的，5年会有实习的。你是什么？就是读的是什么科系？他读的是什么书？是 SPM 的同学吗？还是什么？今年医学院的话，他其实已经截止了啊，医学院他就截止了。啊，读 UEC 的啊，那 UEC 他今年已经截止了。你今年没报名吗？今年没报名吗？你这个 UEC 今年应该是可以报名的，哦，还是在校生？OK，好的，好，还有什么其他问题吗？今年 H 截止日期在几？今年就是我们截止日期是8月31号，我们截止日期是8月31号。但是呢，我们刚才说了，就希望大家能够早一点去进行报名啊。因为后面就是如果你太晚的话呢，你肯定会影响未来的入校的，就是正常的办理签证的，所以可能会在线下学习会有些延迟啊。如果说刚才说了，就是 HSK 呢？如果你本身中学是这个中文授课的，那其实你可以用中学的中文成绩来替代啊，或者说你 SPM 考了华语没有？考了华语没有？
你考了华语的话，就是你可以拿那个替代申请一下。你是什么背景的学生？SPM 的学生吗？还是 UEC 的？还是 IGCSE 的学生？OK，那有拿中文的，就其实你可以拿 SPM 的华文成绩来进行申请啊。好，然后预科班是直升啊，没有的，不是直升的，它都是需要通过考核的啊，考各种，比如说今年的话呢，我们交大，其实交大每年它都是有那个本科入学考试啊，然后我们的学生他都会去参与这个本科入学考试。好。学费呢是就是那个预录取之后2周内付完，然后，就是在这2周内你可以，因为我们是在那个 e-learning 里面申请嘛，那你申请好了也会在 e-learning 里面进行一个线上缴费。那线上缴费的话，它是提供拆分的，但这个拆分的呢是需要你在2周之内完成所有的拆分，你可以把52800拆分成10笔，对吧？每笔交5200块钱，但是你这10笔钱是需要在2周内完，就是缴完的。如果在别大学读预科可以到几本？是这样子的啊，就是交大本科，刚才我说本科它是要进行考试的，所以呢，就是如果说你在别的大学读了预科，你如果能考过，那你肯定是可以的。但是好像据我所知，就是这样的情况还是比较少见的啊，没怎么见到过这样的情况。然那后孔老本科入师，学你考，是不是已经到时间那个？要不我接替你下面的问题？可以，好，因为我们后问题我们让李老师来给大家回答，好吧？李老师能对，看到我？可以的，可以的。好，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先在公屏上打出来啊，我马上就回来，我把这个 PPT 这个展示一下。同学们好啊，那个，我看一下现在有什么同学的问题啊，我接着继续给同学们解答问题啊，因为孔老师这边后面还有一个其他的活动。对于有同学说，有同学说就是说那个你我看看啊，在别的大学读预科是不是可以继续到交大读本科啊？如这位同学啊，SY 这位同学，如果啊，我是个人是这样建议的，如果呢，你本科想在交大完成啊，也就是说你想要升交大或者是考交大，那么我们是强烈建议你在我们自己的预科就读，好不好啊？这有什么原因呢？一方面呢，是因为我们这个预科的课程的设置啊，是围绕着未来在交大本科。就读的这个一个要求来进行课程的授课也好，包括升学指导也好，全部是围绕着交大的未来本科升学和入读进行过渡的。所以你可以看到我们的其实的这个课程啊，预科的这个课程设置，刚刚孔老师应该给大家看到了他这个我们的这个课程设置啊，我再带大家看一下，这个是 A 项目，对吧？A 项目。那么你可以看到，如果你是理科，想要读未来读交大的理科的话，那你会有10个课时的数学，就是这个8课时的数学，以及2课时的高等数学。这个10个课时的数学基本上就占了我们1/3的课时。然后你还要学物理或者化学，那就是因为正好那个林同学也提到了，你本科入学考试要考什么？对吧？要考什么？如果你是要考中交大的本科的，这个理工科，也就是理工农医这几科都算上。如果你要考这个方向的专业的话，那么你的入学考试当中会包含物理
啊，会包含物理，所以你的物理以及数学啊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啊考核的你的考核的方面。所以呢，我们预科的这种课程设置是完全围绕着我们交大的入学标准来进行安排的啊。所以你在预科学到的东西，那以后会可能会在你的入学考试当中啊，升学考试当中起到很重要的作用。对吧？那其他大学的预科，因为我不了解啊，你正在考虑的是什么样的大学，是它的预科课程是什么啊？但我建议啊，如果说你以后要读交大的本科，那么你肯定是要选择怎么说最直接的我们自己的预科啊，会比较好一点啊。因为就以往我们的经历来看，我们的经验来看，那么就自己的预科，我们自己预科的同学啊。未来进入交大的这种可能性会更高一点，好不好？当然，我也不会说，你不能去读其他学校的医科，对吧？再继续往后看啊，本科入学考试要考什么科目？我刚刚已经提到了啊，就是你如果是读理科、理工、农医啊这几个方向，那么你就要考这个物理、数学还有英文。啊，英文。那如果你要考文科方向的这个专业的话，那你就考数学英语和汉语啊这三科啊。这个是我们今年的，也就是2024年本科入学的一个要求哈。明年具体是什么样子，那我们要等到这个本科那边的这个新一年的招生简章公布之后啊，再给大家分享我们的这个知道的这个了解到的信息，好不好啊？以当时的一个政策为准，因为大家可能也都听说了啊，其实会有一个统一的考试这样的啊，各个高校都会组织这种统一的考试。好，按照以往的经验是需要这几门课程的啊。开学时候未满18岁，具体可以怎样解决啊？对，如果你已经满了17，但是没有满18，那其实你还是未成年人。未成年人的话，我们是需要有一个。未成年人监护人的保证书，且这个保证书呢是需要经过公证处去公证的。所以你首先要做的第一个就是要到这个要找到一个在华的一个亲戚也好，朋友也好啊，作为你的监护人。那么他愿意作为你的监护人的情况下呢，那需要你在本地，在马来西亚你的父母给他做一个授权。就委托他作为你的监护人的这么一个委托书啊，这个委托书也要经过大使馆的公证，或者是这个其他权威机关的机构的这个公证之后，过后你把这个公证件拿到交给这个在华的监护人，他呢由他去他所在的这个中国的这个城市的公证处去做一个公证的过程啊，这个公证件最终交到学校啊，提交到学校就可以解决你这个问题了。好吗？下面一个同学，预科入学条件有什么？需要面试吗？年龄会影响入学吗？我22岁啊。这位同学李同学对不对啊？您问的条件问你问的题目问题比较具体啊。我如果你可以私信的话，你可以告诉我为什么你22岁？你之前是有什么样的一个过往的一个经历啊？是说你当年就是应届生刚毕业的时候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对吧？后面你是读了其他的课程，去读了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课，然后又今年又重新升学，还是说就直接工作了？然后包括你之前的成绩是如何的啊？比如说你是拿了 SPM 还是拿了 UEC 等等的一个成绩，这个我们要综合的去考虑的啊，不是说不会说是因为你22岁了，我们就不录取你，或者是会认为你这个不符合要求，不会的啊。你只要是在年龄范围之内，17到23岁以内啊，那你就都是符合这个条件的。那后期的我们是否录取，这个就取决于你提交上来的一些你个人的证明、你的能力和你的这个成绩的这些材料啊，包括你提交的所有的成绩单以及你的比如说 SPM、UEC、IGCSE 等等的这种成绩。啊，以及你的，甚至是包括你的推荐信、自述信，对吧？你参加的活动等等啊，一系列的这些材料，我们都会综合考虑，最终来给你一个录取的结果啊。这个面试呢是不一定有的啊，不是必须的，因为我们不是说所有的同学都面试啊。预科目前来说还是
材料审核制啊，还是材料审核制。但是那也有同学会被通知到会要参加面试啊，这个就等我们的通知就好了啊。下一个问题啊，这个留学生需要具备什么条件啊？这个问题比较宽泛哈，同学，你再细化一下你的问题好不好？你是想问国际生的身份的话，身份的问题呢，还是说你的这个录取的标准啊、成绩啊等等这方面的问题？你再细化一下问题啊。好，下面这个同学说，Program C 可以用 SPM 的成绩吗？你像英文授课对吗？英文授课的话，我们现在要求的是，主要是一个你的英文水平的一个证明啊，就是要能够证明你是能够达到用英文授课，应用英文能够听得懂英文授课的这样的一个要求。所以最简单的就是托福或者雅思一个考试。那如果说你比如说你有其他的材料可以证明你的英文水平。比如说哈，你如果高中的时候是一个英文授课的一个高中啊，那你可以请这个你们所在你的高中啊，老师给你开一个英文授课的这么一个证明啊，证明说我高中几年是都是英文授课的。那当然，你预科的时候也可以英文授课啊。但是如果说你不是英文授课的课程这个学校，比如说你是独中生啊，但是你考了 SPM 也考了 UEC，那你想要英文授课，那这个可能还是需要其他的这个成绩或者是其他的东西来证明你的这个英文授课是否英语的这个水平，好吗？如果没有其他亲戚和朋友的话，是不是有没有其他办法？这个的话必须要有你在华监护人的或者是有如果你父母陪读呢？如果你父母自己本身有就在华，那你父母也可以作为本来就是你的监护人，他签个保证书也可以。那如果不行的话，你们还是要这个问问亲戚朋友，或者是远一点的亲戚朋友啊、父母的朋友啊等等去多去问一下啊。这个他是需要去帮你做一个公证的这么一个流程啊，其实也不是特别复杂啊。而且等你，你应该是17到18岁，应该很快就成年了，对吗？那其实，但是你，监护人的这个时间并不会很长，可以再去找一找，好吗？如果实在是没有的话，那就没有办法了啊，因为未成年，这个留学的话，确实是需要这么一个东西的啊。文这位同学他说，我现在读高二，刚考完 IGCSE，IGCSE 可以申请预科吗？可以的。如果不打算念高三，学校会发离校证明，对啊，离校证明 （leaving certificate），对吧？可以的，可以被接受的啊。就是很多马来西亚的同学啊，SPM 的 IGCSE 的同学，他读完高二啊，其实就是拿到了个离校证明 （leaving certificate），那么他是可以报名预科的啊。用证其实他是必须要报名预科，如果想要读中国的大学。对吗？因为他少你你们少一年的高中的经历，必须要满3年嘛。中国的高中是要求12年级满的，那你们是11年级离校，所以你们必须要读一年制的预科啊。我们这里其实还有个插班，插班的话，我们就IGCSE 的和 SPM 的同学就不能读，不能报啊，报了你们需要报1年制的预科，因为你的这个高中的时长啊，高中的经历要满3年才可以啊，但如果你是 UEC 的同学，那你其实就没有这个限制，也可以报插班，也可以报这个1年制的项目啊。好的啊，还有其他同学有问题吗？刚才你们有同学对我们的这个中文授课的这个专业感兴趣的吗？如果有的话，你们可以看一下看一下这个页面啊，这中文授课的这个专业啊，有理工科的，有这个人文社科的，就是比如说我们的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啊，安泰经管学院，它是在就是有经济学呀、管理学呀。这些课程，它其实，在交大来说，它是算文科啊，算文科的，而且也是非常受马来西亚同学欢迎的这个专业。那你们可以考虑一下哈，就是这个，我们叫
在这儿，第18条看到没有？Anti College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它是一个大平台大平台，那考进去之后进入之后再去分流相关的专业。这里有一个 Big Data Management and Applications，大数据管理和应用这个专业。是近年新这两年新开的那么一个交叉的这么一个学科我就还比较推荐就是有理科背景的同学或者是数学比较好的同学，其实可以考虑如果你不拿 computer science 不拿这个 double E 专业的话，那你其实可以考虑这个 big data management 大数据，也是很受欢迎的一个新兴的一个新开的一个专业啊。当然，我们还有这个文科的同学，其实可以考虑我们的这个 School of Media and Communication 以及 School of Design 这两个学院也是非常受欢迎的。很多马来西亚同学想要读传媒类的想要读设计类的就可以选择这两个学院的这个专业他们的马来他们的这个就是这个对留学生也是挺多的马来西亚籍已满21岁的哥哥在中国读大学，可以成为监护人，可以的啊，可以的啊。在中国有固定住址，需要在中国有固定住址，并不是局限于中国人啊，可以是马来西亚籍的。那文你就找到了嘛，你就读哥找哥哥就当监护人就好了啊，就让你哥哥去做一个公证。你爸爸妈妈先出一个监护人委托书，这个委托书要去大使馆去公证的。公证好了之后，把它给哥哥哥哥在中国的这个公证处去做一个公证。文，你是今年报名还是明年？文同学，你是今年报名还是明年报名？如果你是。还在考虑对，我是说你是今年毕业了，今年要需要读预科，还是说明年才读预科？因为如果你今年报名的话呢，你要抓紧时间了你要抓紧时间了，因为这个办理这个监护人保证书的话呢，还是需要一段时间的，对吧？还是需要一段时间的，要抓紧时间因为我们交大预科的其实截止日期算是很晚了，但是呢，因为9月11号就开学了。9月11号就开学了，那你们还要预留大概至少要半个月或者是1个月的时间去办签证，对吧？那再往前倒推这个时间的话，在7月，我个人建议在7月底最晚7月底之前，你就最好是能够完成这个报名和录取的工作，好不好？好的，还有同学有问题吗？英文项目医学院医学院。好一个新的同学在问：如果我预科班读了理科，本科决定转文科可以吗？就是说你现在没有确定你本科想要读什么专业，对不对？所以你先选一个那你高中读的是理科吗？请问，如果你高中读的也是理科的话，你可以自由选择你预科读理科还是文科就是如果你读的是文科。如果你读的是文科，那么你以后预科读的是文科的话，你以后不能转，就是也不是不能吧，就是在你申请报名交大本科的时候，你如果报理科专业的话，你是不占优势的，对吧？因为你没有去专项的去准备过这个物理这个课程，对不对？但如果说你是理科班，但是你以后报了个文科专业，这个是可以的，因为它。考试的这个科目里面呢，文科班他考数学，那理科班你也学数学，对吧？但是文科班不考物理，他考的是中文对于马来西亚同学来说，中文是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得心应手的课程，对不对所以理科班的同学是可以选报理科专业或者是文科专业的反过来就有点困难。好不好？但是也有同学，他高中甚至学的是文科
然后他未来想要读计算机，他就预科班里读了个理科啊，这种特别特殊情况。当然，这个同学数学特别好啊，数学特别好。那最后他确实如愿以偿的进到了这个交大的这个计算机专业啊，付出了很多的努力啊，付出了很多努力在物理方面，尤其是啊。但我个人不太建议啊，不太建议大家文科转理科啊，就是除非你可能一方面是你数学特别好啊，另外你要花很多的付出很多的努力啊。当然也有些同学他高中读的是文科，然后本科想要大学想要读医学啊，有没有这样的同学？高中读文科或者商科，他以后想要当医生的。有吗？要 有这样的同学啊，那你预科可以读个理科啊，在预科读理科，然后这个去准备医学院的考试，也是有成功的案例的啊。好，还有没有同学有问题啊？再给大家1分钟时间，好不好？啊，1分钟，看看你还有没有问题啊？如果没有问题的话，那我们就今天训讲就结束。然后同学会的老师他们会把我们这个视频应该会上载到这个一些社交媒体，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录播，或者是转发给你的同学朋友来了解一下啊，我们交大预科的情况啊。当然，你也可以到我们的这个社交媒体上面去看一些预科的相关的介绍啊。比如说，我这里有一个对，我们有这个微信的公众号啊，这是我们微信公众号上面会发布我们预科的一些活动啊、一些招生简章啊等信息啊。这个是我们的这个官方咨询的微信账号啊，可以加他为好友，然后跟他。了解具体的情况啊，交大国际预科，这它的中文名叫交大国际预科。然后这里是我个人的一个小红书账号啊，因为最近马来西亚的同学就还蛮愿意在小红书上跟我去聊天哈。那么我会在上面分享一些个人关于来华留学或者是交大的一些信息和预科的一些信息啊。那也有这个可以跟我在小红书上去沟通都没问题啊。好的，那我看时间差不多了，那如果同学没有什么问题的话，那我们今天的解释讲解就到这里，好不好？好的，谢谢老师。谢谢你们啊，谢谢客同学气，不会客的气。留华同学会的工作人员啊。对，啊，不客气。谢老师，不客气啊，那我就先退出了，谢谢。